台中市太平区这间彩券行去年6月、7月接连开出精彩539头奖，本年度第75期头奖开出三注，每注可得800万元，其中一注又是再度由这间彩券行开出，十个月内就开出了三次头奖，民众也说财神爷根本没有离开过，实在是太旺了。店家欢喜放炮庆祝，真的太开心。今年度第75期539头奖，其中一注800万元得主，就是在太平区这间彩券行开出。我中过5000个，真的好幸运。不少民众都说，来这间投注站，小奖开不停，三不五时还会开出大奖，仿佛像是财神爷从没离开过。光是精彩539头奖在去年6、7月就各开过一次，今年3月底再次开出头奖，不到一年时间连开三次，也让不少人慕名而来。希望会掉啦，我就一直来这里买。中大奖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左邻右舍，都是常客居多啦。一次中大奖的都是周边的街坊邻居，发现这里很旺，纷纷来买，也让这半年来买气至少多了三成。定期的去那个指南宫求那个发财金，最近刚求一只金鸡母回来。如今店内供养指南宫金鸡加持，老板也强调会不定时捐善款帮助弱势族群，期盼能够让店内的好运可以一路旺下去。记者林嘉明台中报道。